全部啲人聲 cut 曬，變成一啲咕嚕咕嚕咕嚕。得你兩個，玩具 TV 第十一季第五集。頭先真係邪喎，一做直播就全部啲人聲 cut 曬，變成一啲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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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如我哋今晚就叫咕嚕咕嚕咕嚕 show。所以我哋又要再影多一次，我哋抬頭今次喺下邊請上嚟嘅玩具啦。又要開始問米啦。係啦，我哋又繼續問米啦。後生仔真係白。嗱，咁啊見到呢一度一堆全部都係 Necker。七隻是有些新有些舊的系列的，但是共通點就是全部都是鬼嘢，洋鬼子，冇錯，真正的洋鬼子。咁啊，既然是咁的話，始終時間有限，即刻就講咗面呢只先，德州電鋸殺人狂，你又可以重複翻頭先講嘅説話啦。係，我已經唔記得講咩。係呢一套就第一集嘅，咁啊，其實如果講呢一個氣氛嚟講啊，其實掌握得最好嘅。我覺得佢係最好睇，因為呢個係1974年版嘅最初版㗎啦。咁佢係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嚟講，佢係即係最開頭做呢咁無厘頭一班後生仔去旅行之後，就咁啱遇去到嗰啲片咯。係啦，就係、是、都係嗰啲全部就俾人 cap 啊，俾人追殺啊咁嘅樣，但係。其實佢個氣氛幾好嘅，一開波捉你啊嗰啲氣氛啊，或者係佢之後成班怪人家庭喺度食飯聚餐嗰種係唔錯。同埋佢最經典嘅畫面係佢臨尾有套西裝，然後喺度一揦住個電鋸喺度揮啊，係啊係啊係啊，嗰、那個好浪漫啊，係啊，個感覺非常浪漫。咁啊，講翻只嘢啦，咁啊，其實本身我係最欣賞呢、這個。Real Toys 系列反而是它的盒子，真的你會看到它用回很多當年那種戲院海報的感覺，配合劇裡面一些道具啊、氣氛啊，這樣做出來。它甚至乎它應該是真的有輪過套戲，因為它裡面我這個一定的這個是不是有些人不是的，做彩盒就做彩盒，未必看那樣它裡面在戲裡面其中一幕它在一間房裡出來的，它的間房後面夢牆就掛著很多不同的頭骨的，咁啊，佢後邊咧，即嗱呢呢度一張相啦，後邊係確實係有個 backdrop 俾你，你可以擺翻嗰個場景嘅。咁、我見有啲人就甚至乎會買一木頭框咧，因為咧佢當中有個豬肉鈎咧，佢係攞嚟擺喺入邊吊住嘅。咁就有啲人會攞埋木框剪埋呢個擺喺嗰度，好似成個場景咁樣。係，其實係好正嘅。咁啊，架撐就都豐富㗎啦，算即係有砌㗎啦，有豬肉鈎啊、菜刀啊。刀仔啊、锤仔啊，另外一個面具啊，佢呢啲基本上係套戲入邊你所見到佢有揸過嘅嘢都已經喺曬度，因為其實佢唔係用過好多嘢。最重要就係呢一把啦，唔係我想講咧，佢呢把電鋸嗰啲血跡咧，真係好過 Figma 吉士，即係吉士嗰把多多聲喎，即係斬龍我見到真係爆粗，肩爆粗。Anyway 呢一個就真係呢啲百零二百蚊貨仔膠足特有特添啦，撚下隻嘢嚟。好，個肚腩好正喎，真係好似佢嗰幕跳舞就係咁樣咯，好治愈。係啊，佢就係咁樣，跟住喺度轉，然後自己搭低咁樣。跟住佢就其中有一幕係佢追嗰陣時咧，搭到然後把腳鋸親自己大髀，其實幾過癮嘅。咁就係啊係啊，咁佢可動就即係其實我嗱咁講外觀嚟，我覺得 Nika 呢啲做雕呢啲或者係上顏色，其實就真係冇得頂。係睇到啲。點會咁嘅價錢做啲咁嘅貨？呢啲咪勁咯！你睇到啲雕工啲衫啊，各樣嘢啊，即係全部啲嘢雕得咁鬼靚。即係唔好講話雕，你個上色，你睇翻件衫嗰種即係殘舊感咧，交足曬功課。即係你話白又唔係白，黃又唔係黃，仲有嗰啲咁嘅，即係真係叫做陰影污跡呢啲路路咧，係好正。即係類似呢啲啊，有少少積洗喺度啊，跟住之後你見到啲褲上面有掃灰又有啡啊鞋啊，其實係真係好鬼。唔係多一句你。你成千銀買只吉嗰把斬龍，你望翻呢一把電鋸啊，大佬，你成個人真係唔開心嘅，真係。不過可動就即係大家就莫強求噶啦，大家都見到佢啲手其實大概係我諗 I90 啦，即係可能80度左右啦，大髀就都爭啲，因為呢個畢竟係舊嘅系列嚟嘅。因為我記得新嗰個小丑回魂嗰只小丑 Pennywise 咧，係個可動係隻手差唔多係接近對接嘅，喺啲新系列。咁呢啲就～舊嗰啲咧，就因為佢拆得比較冇咁穿崩，可能都係得四廿度腳，即係要補充少少。即係其實
即係唔好介意佢，即係盡量喺呢一個可動性同埋喺呢一個穿崩位攞個平衡噶啦。所以你見譬如話膝頭哥啊、大髀啊，即係佢其實係已經即係盡量做到個感覺係幾富，即係富嗰種巢嗰種感覺，同埋本身嗰啲紋咧亦都即係凹凹凸位全部做翻足曬。即係我自己嚟講，即係咁嘅價錢，真係冇説話講嘅。佢即係該做都做曬俾你啦，百幾兩百蚊貨仔。咁然後佢另外仲有多粒頭雕嘅，不過呢個頭其實喺戲入邊係冇出現過嘅。不過我諗佢可能係即係某啲 pops 或者一啲冇出現過嘅場景，或者係啲 cut 咗嘅 scenes。好似啲師奶人面咁樣。但係個頭好多嘢嘅喎，個頭頂好多嘢㗎，頭俾人坑穿咗㗎，係啊。但係佢喺戲入邊基本上係無敵嘅，所以應該冇人坑得到佢頭。好，咁啊，又可以下一個啦。